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大家法喜充满啊，开心就好啊，活在世界上开心一点啊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台长。你请讲。问76年属龙的女的。76年属龙的女的是吧？是。想看什么？图腾，颜色。我看的嘛就是图腾呀，就是你要看他的命运啦、身体啦，还是他的前途啦，还是他的家庭啦？都想知道。事业。76年属什么？属龙的。看看啊，女的是吧？女的。是你女儿吗？是。我告诉你，第一，这个女孩子脾气特别倔，根本不听你的话。是。对。第二，你这个女儿，我告诉你，能力非常的强，但是呢脾气很坏，所以她呢就是说在生活和命运当中啊经常有坎坷。是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而且她被人家也骗过，她跟人家合作做一个生意啊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钱被人家骗过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好像买房子的，买了一个房子蛮好的。是的。我都看得到。是的。是一个花园洋房。是的。House。是的。前面还有棵树。他好像家里，你们家里拜菩萨的嘛，放了一个什么什么，好像不是观音菩萨，什么放了一个什么财神爷也不知道。我不跟他在一起。哦，他家里好像放了个财神爷。我就想师父指示他，开示他。你想叫他回来跟你住啊？你告诉我呀。不敢。什么叫不敢？想也不敢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呀、跟他缘分前世的恶缘很深，是，明白吗？你欠他很多，他出来到你家里来就是个讨债鬼，听得懂了吗？懂。所以他把你的钱会花掉很多很多的，你为了他已经把心啊钱啊都花掉太多了。是。所以你就不要去难过了。是。明白吗？是。花掉就花掉了，谁叫你欠的？你知道他前世是你的谁吗？真的我不能讲的。请台长开示。他回去你看见他怎么办呢？真的。没关系、想明白。明白是吧？是。他是你妈。你不要回去叫他妈就好了。我跟你讲了，所以这辈子很多孩子都是欠妈妈的，搞妈妈，最后下辈子投胎他做妈妈，他做讨债鬼来为妈妈要钱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母亲生出来的儿子跟妈妈是夫妻呢？所以妈妈的儿子他不肯放的，所以他有媳妇来了他就觉得你抢他的情人了，所以妈妈儿子生出来之后连老公都不喜欢，就喜欢儿子啊，从小就是抱在身上的，所以这个就叫冤结。老妈妈你要想通，你今天听了台长的话你就不要难过了，是上辈子你造的业，该还的就还还清楚，明白了吗？否则你怎么可能这么怕你女儿啊？老妈妈听得懂吗？不要难过了，就当没生过，还清嘛就算了。还能解冤结，你要有信心就能解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一个徒弟跟他儿子在澳大利亚13年不理不睬，恨得不得了，结果呢就念到最后他儿子把妈妈请回家去了。你要想做这个事情，你听我的话，每天给儿子念解结咒108遍，而且给心经给他念21遍，你自己念21遍。坐着呢，随便站着坐着都可以。老妈妈听得懂吗？而且还要把你身上的打胎的孩子要念掉。还有你有身上有掉过孩子？还有多少张？我看看啊，你一共还要念180张。180张。念掉了之后，慢慢你女儿就会对你好起来了。是。解结咒。谢谢台长。好吗？谢谢。你跟你女儿再念点小房子，给她女儿要念至少念80张小房子。80张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女婿对你不坏，女儿对你很不好，听得懂吗？懂。你自己跟女儿女婿在一起的时候嘛。拍马屁嘛，拍错了，你就对女婿好了太过分了，你这个女儿本来就很厉害，
我还要讲什么？你都自己都明白了。他们还没有孩子。你自己管管好你自己吧，他们又不念经，你去帮他。我想帮他们。你想帮他们，你会帮他们担业的。是的，担着呢。现在大家知道母亲就是这样的付出的，所以母亲很伟大，就伟大的这种地方。我梦见他给我鞋穿。小鞋呀。是啊。穿小鞋呀。是啊。你爱他，他不爱你呀。你还他债，他就是搞你呀，你这都听不懂啊。我想度他学佛。你先把自己度好吧，什么经都不会念，你度他。你自己不会游泳，人家掉在水里，你说我去救他，就是你不被人家拉下去都蛮好了。那就时机没到。老妈妈，再跟他讲下去，我怎么感觉有点瘆得慌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老妈妈跟你开玩笑的。是啊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先把自己度好了，再去度他。你念经念的有力量了，你一念，女儿就好起来了，听得懂吗？懂。什么时候有孩子，还是告诉我一下。要命！你说这个妈妈欠女儿就欠成这个样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没办法。好了，你就我帮你看看吧。你儿子属什么？那个媳妇，那个女儿属什么？属龙的。属龙的。几几年啊？76年。女婿呢？属猴子的，68年。啊，是你女儿生不出来，你女儿一个输卵管堵塞了，听得懂吗？他们过去有过孩子啊，掉了，嗯，听得懂吗？懂。嗯，好了。我要他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什么？我会告诉他，他要念小房子。你告诉他，你千万不要帮他念，你念了你会瘫下来的。知道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吧。好的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就下去了。好了，下去了。舍得走呢？还不舍得走呢，回去啊，回去好好念经去。好了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不能说什么时候有孩子。不说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执着了吗？不得了，妈妈欠孩子还不完的，真的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卢台长您好。你好。96年属鼠的，我儿子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把飞蛾爱中拴，世间万物是一家，何必去